两人哦，地狱耶，你老师耶，还会死哦，就讲给你啊。啊，他不是开打啊。他没有东西啊，没招。他没破坏者啊，一直出来啊。他就可以达成无双，一千人斩，一千人斩，我有补血的，没有没有关我屁事啊！这第二关了，这么快？啊，地牙就这样哦。咋那么难找？你好，哎呀，哎呀，怎么那么简单？啊屌，真他妈帅！这干嘛啦？猪队友在搞什么？知道吗？没事在那边放你，你干嘛？对啊，这 bug 哦，一直这样，发血啊！一直打都没有用啊。等我，等我呗。给啊！交给你啊！交给你啦！这给你打掉了，那么强，火力那么高。我是来捡宝的，好不好？啊，变弱了，变弱了。反正应该第五关就死了吧，第二关至少过一半。这个可以打吗？嘿他有血条啊！这早说，他没有解释。没看到。好、啊。哇，你的弱石就赢了啊！这靠你的弱石掉。我是来。为什么他会从那里出来啊？他应该到这关就死了。这个叫什么？后面不是有？好了，过了。哎呀，好险！干闭关。应该到一半而已哦，过一半哦。如果一对，那应该是过一半就死了。不错了。
看。快速解决！闇の世界に飲み込まれる。嗯，干，只有这关比较简单哦，不会吧？干那一关，干都给你剪好了。第五关。哎呦，有点艰难的哦。他把没有痛。他那都给你打掉了，我站在那边呢。补血啊！补血啊！可以啊！干，还不都靠我？妈的！干！你火力那么高？破壊という名の司る死難事の名において全てに服従の烙印を。これはそこそこそこグラビティボン。ああ。好了好了好了。啊，你不是没玩过，你怎么知道？打掉他！好。他会跟踪吗？没用。哦，都是你。还打得？好，这样一杆错。看来只有到这关了，想跟着我啦。哦，要死了要死了！啊，打哪只啊？这只应该。
这就是一个这个哦，飞弹呐、啊！你没看到飞弹吗？这太好了呀！他干嘛超人都带你身上啊？那谁叫你火力那么高？好了啦，那你用飞弹。这个啊，第一个，这个，这个。过一半了，该会死哦。啊，没有，没有。满血哦，流好多血哦。啥啥啥啥！我要死了！这什么东西啊？啊，所以嘞，要怎么闪啊？好累啊，好累啊！为什么是闪光剑？凭什么？啊，啊！干什么死了？我看不懂，看不懂他玩什么白花剧。牙齿不能打。看不懂他干嘛？这一滴啊！我根本就看不懂啊，干嘛？果然，果然我推测对了，过一半。干！谁知道他把玩什么把戏啊？那、啊、我就跟你说，我预测是过一半的。根本看不出来玩什么。好啦，过一半就不错了。我就觉得过一半就不错了。还可以补血的那一只，对我补血那一只啊，拼什么、啊？你看你那个字你也不会练，你还拼自己的 ID， 他妈有够智障！看你自己的 ID 的，另外发音什么？正义，中文叫什么？正义啊、哦！感觉取素奶口就好了，素奶口。